今天来到了桃园这个地方了，嗯啊，先来介绍一下我们这边的来宾，我们这边有一个新的朋友，但是最后一个再介绍，我们先欢迎米可白。嗨，他为什么要顺流？不会的，不是，你可以跟我讲后面这里有新的来宾，但是最后一个先讲。对啊，突然就期待，没有大家想谁，不会吓到，对不对？对，你让我们先把你新的来宾送出一个。谢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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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王。哎呦，而且他的歌呢，只要是在任何，比如说有 KTV 啊、卡拉 OK， 任何有排行榜的地方，他的歌都肯定在台语的前三名内，大多都是。目前的话就是各大 KTV 的台语点播第一名。哇！哇塞！哇，那你可以说是江蕙大姐的接班人。对，感谢大家支持。所以你们是有成绩的，我们这边也是有成绩的哦。我们这在台湾演艺史上也是一直榜上有名的。榜上有名。对，你只要讲到他，你就会想到跟美艳有关系。让我们欢迎阿美达。是榜上有名还是榜上有名？榜上啊，你这就是这，你真的是你真的很奇怪，你都喜欢，你为什么把后置的事情都做完了？我们讲了后置会上嘛？我每次阿曼达来，我们都要关心一次，到底有没有追求者？有了吗？有了吗？有吧？我会不会是你太挑？没人够挑啊！不是，因为他旁边站了一个谢凯蒂。哎呀！是正常人都会选这里，不是。那我们今天已经介绍完来宾了，接下来主谋要说话了。这一次是上下两集的企划，然后两集都不换来宾。主题叫做“有钱真好”。有钱真好啊！哎呀，有钱好办事啊，没钱没优势嘛。对，这个倒是真的，生活也是这样。十位机民要挑战关卡，累积饥饿钞，并且自己衡量使用饥饿钞来购买道具。来争取胜利，好，最后冠军有四位，可以跟我们进行总奖金16000元的跑马大赛。16000，四位，16000除以四，4000多，4000，反正就是赢游戏，你就会有钞票，对，然后去用钞票去换那个，只是最后是看钞票多。到时候就知道了，好像会有四个冠军，有钱有优势都不讲，我们没办法做心理准备啊。玩游戏，来第一关，第一个位置到这个背景。哦，那就这样横切过去，伟忠往那边去。现在我们来到的地方是南苑生态公园，这边呢有12区的主题空间，也是桃园经常办热气球活动的场地。那这边呢就很适合进行一些亲子活动。那除了玩热气球之外呢，这边也可以了解到就是石门水库，然后北台湾的一些水资源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到这个地方，第一关卡我们要怎么进行呢？鱼已经开始飘了。这一关呢是要两人一队，然后前往园区里面寻找盒子内的气球。一位穿大 T 恤，然后一位负责充气，把气球灌破之后就可以获得对应的饥饿钞。限时10分钟，累积较多饥饿钞的前三队。可以吃东西，这超累的。那你们有准备特大号的 T 恤吗？有，特大号，没有，是真的要特大号哦，要特大号哦。因为我跟阿曼达很需要很大号，要很大号哦。有，真的有哦。好，分队。有5种星座，对，还有5个日期，5个主持人抽来宾的生日版。那我就狮子座，我就一样抽狮子座好了。我人生当中都是跟牡羊座最好。我要跟超怪的水瓶座一起。你要跟螃蟹？跟螃蟹啊，螃蟹。水象星座跟水象。处女。说好了，来。摸一点。鞋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鞋子的1月29水瓶是谁的生日？好，我跟阿庞算老搭档，可以啊，我们很默契，对啊，很强。我们很常一起出去，然后就休息那一块就休息，不要这样子，人家以为我们在养老。对，再来换换，7月3号是谁？7月3，哎，好，谢谢凯蒂，疯狂凯蒂，
他们两个出去会暴走哎，关真的，我们可能就一路冲，然后冲离开石门水库，跑出市区了，就杀了，然后就一路一直杀，不知道杀到哪里去。好，好，接下来我的8月10号是谁？是我。哦。上次跟他搭档有冠军，对对对 ，OK OK OK， 再来，9月20号，就剩两位啦。哦，处女座，处女座刚刚是最后被选的，因为我们大家都不知道谁是谁，对啊，对啊，我们不知道谁是谁，大家是不是对处女座都有一些误解？不会啊，处女座很细心，好不好？对，没有人讲处女座怎么样？对啊，处女座长期以来都有被污名化的趋势，真的吗？天蝎才有吧？有这个人也是处女座，有好有坏啦，是不是？每个星座都有，对啦，也有坏啦。所以如果他是配这个伟忠，人府就是配米可白，米可白哦，好哦 ，OK， 没问题，好。那我们自己去研究谁要冲起，谁要被爆，对不对？换制服 ，OK OK OK。陈博，你这个，哦，你这个器官，你这样看得到吗？你这样很像什么外太空的那种？对啊，武侠人，科技感。哎，这样你看你怎么走都不怕啊？那你可以有双手，有没有？可以做很多事。哎呀，三把勾在哪？勾在背上啊？没有没有。还是尼可白，你要不要也这样粘着？不要，像蛋蛋一样。笨蛋，他们说我很科技，你说我笨蛋，蛮可爱的啦。来限时10分钟哦，好，结束。好，来找找找找找。好，我们找，我们先找。这里这里。来来来。哎，他是要破掉才有钱是？对对对对对。你可以开始。200元，200元。好，你先拿着。200元。走。200元。谢谢。这里，这里，这里。这里有一个。有气球。好，你好。好。哎，怎么听起来有点漏风？哎，哇塞！哇塞！哎，这个会耳鸣哎。100块，好，丢进来，丢进袋子。你怎么跑那么远？再看一个，先拿。爆炸声的，快！升了，都不会爆啊！快升了！哇，你这个，纸条，看多少钱？哇，好大声哦！先开，原地暂停3分钟啊！你没有钱了，那你跟别队一样，现在暂停了，这个盒子要给别人了。气球给别人，你怎么第一个就抽到这个？那地上的3分钟啊，计时开始。没有钱啊，也不会有人给我们的。拿吗？有没有飞走了吗？没有。我这很酸嘞，还好是我，女生根本不可能。不行啊，我可以捏住我的屁股吗？啊！我还不破，要这么大哦。太大了。好，下一颗。有纸条哦，哎呦纸条，恭喜获得100元。100元。哎，那我们冲，这里。来，冲可以了。有。100块，谢谢。好，我们走。哎，这里啊，他们大家冲太快，没看到。真的很烦哎！哦，有，丢看看，多少？怎么都是100？
见。怎么那边在叫？哇！哦，这个气球。哦。有了，见。有吗？越来越少了，100。100。走，右边。这里，哎，我的充气有到那边，接过。有抽到3分钟，你这设计观众不会想看嘛？而且30秒比较 OK 的，三分钟哎，你要可以一个游戏的三分之一，你可以给我300块，可是你又没有钱，我没有钱啊，那没有办法啊。啊，等等，我这个好响，好痛啊！100，你怎么都是100啊？那100。而且他不是要拍我闪的吗？为什么？我没有办法，我看不到。打开。我以为是盲僧。100，谢谢。Go。打不进去。啊。100块，谢谢。啊！这是。后面都是100。哦哟，骗人吧？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好，来，好来。哦，哎，纸条。我是在3分钟就翻脸了。哎，300。啊！什么意思？怎么又3分钟？这太夸张了啦！怎么会？我就其实这个道具只有2张桌，真的假的？放太近了吧！30个盒子里面只有2张这个。我们很常一起出去，然后就休息那关。还在原地等待3分钟啊！所以为什么我一直觉得他们在那里啊？对啊，为什么他们一直在？因为他们是已经。冰冻了是不是？没有，他们本来就是老人组，帮我剪掉，防疫组。没有，他们本来就是老人组。知道，那边好像还有一个。哦，我的耳朵。多一点，100。100块。谢谢。这么大。快点！哦，好痛啊！拜托多一点。100。哦，好大。100块。100。谢谢。不是，是树叶，看错了。哦，这里，下面。200了吧？200 ，yes。哦，有。哦，500吗？300。哦，300。哦。哦。哎呀。100。喘透都没有时间聊天。100，多少？又是100。好可怕！哇，300块，好多钱啊！300，谢谢。好可
哦，掉下来。一百块，谢谢。哎，我这里好大哦，我在这个位置很大，你可以，你可以，你可以，我觉得太大了，太大了，这里很大，这里很大，可以可以。啊！我操，200，200，耶，好大，你好大，哎，这个好大，这个好大，哎，我这里好大哦，哎，这个好大，这个好大，这个好大。获得脚充气打气筒，哇、哦，很厉害！那我们赶快走，我们先找。啊！好漂亮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200，200。快，加油！啊，好，爆了！300。哇，这个好大颗啊！这个好大。多一点，多一点，多一点，多一点。100。我们怎么那么衰啊？都是100的。哦，漂亮，这个好，这个好。开镜头。哦，在这里啊。镜头。500。500，好多。哎，是吗？没有，哎，给我看一下数字。哎哎，走，100了。100，100。哎呀，哎，我就是你刚开始讲就随缘嘛，对不对？随缘，随缘嘛。这个也太随缘了吧？这个有些事情的发生，就是在我们的节目中成长的滋润。啊。对不对？还有一分钟，前三名，所以只有两组，我们应该是免费名额送一组。对啦，他们四组争三组。5、4、3、2、1。大哥，正前面有一个。下面是。哇，手也开了。送他也开。我没有来。哎，我来了。大哥，我来了。这个也没了，对不对？对，爆了，因为有蓝色的球。哇，怎么这样？也是太过分了。哎，那有一个。反正再问，我觉得鞋子哥跟阿庞哥好像没你们。你们为什么一直在原地啊？因为我们资深。那你们在聊天啊？我一直听到鞋子哥说的没有啊，没有啊。因为我们视钱财如粪土。哦，我跟你讲，你们真的都太年轻了，你们不了解到了我们这个年纪的时候的痛苦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他们出门忘了戴老花眼镜，所以看不清楚。我跟你讲，其实这个事情是有一个故事的，对，麻烦你拿一下雨伞。而且这个，因为我们这个冲出去，我们两个最年迈的两位，势如破竹，是气势如破竹，对，直接冲到看到一个盒子之后马上打开，对，然后立马就先出现了一张，哎呀。原地暂停3分钟，但花300元可以解除啊？没有啊，我怎么可能会有300元呢？但是你们去跟朋友借啊？怎么可能才刚开始有人会借我们，对不对？不能10分钟，3分钟就没了。但我觉得3分钟也还好，不久啊。OK 的，还有7分钟可以玩嘛？7分钟可以玩。接下来又去第二个盒子，好不好？第二张，哎呀，原地暂停3分钟。据说。整个场地就只有两盒这个，啊，我们游戏时间是10分钟，你只剩下4分钟了，对，我们还要4分钟还不含移，还不含移动哦，对，但这6分钟它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时间，因为6分钟我们该拿的已经拿走了，所以我们后面的几分钟一个盒子都没有，早捐给你，对，早捐给你，算是你们，啊，两位，不要给别人100块，要给谁？必须到好吗？我们给那个孟哲哥好了，就近的，给你们100块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要捐钱。哦，谢谢。哦，好，谢谢。哇，还有捐钱哎，怎么给你？还有捐钱呢。可是因为你离他我们太远了，我们就看到谁就我们就。我们这是2天累积的钞票，我们等于没有竞争力了。完了。而且一关而已，不要气馁。既然这样，我们接下来就做自己就好了。不是，但我们还有一点点希望，因为我们现在目前的情况是又老又穷，希望有人可以施舍我们一张。300块，让我们有点底气。300块很多啊，都是一张100的，100的也可以的，不嫌少啊。有没有愿意？我们先看成绩嘛，好不好？先看一下，青青跟维中。哇！哎呦，大户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哇！好，我们看花花。哇！
到这个，浪费了时间，还捐钱，对，还捐钱，还捐钱，可是你们是很多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张，哦，那很多，赚了100块，我们运气很好，我们每一次都是抽到有钱的，对。然后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，哇，好酷，对，好，那就轮到我跟 Michael 来了，你们说你们在外围扫了一圈，哇，也很厚哎，哇，好厉害啊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张，三的话，所以11张、10张，对啊，他们还有9张，哇，94、10，哦，5张好没有？你们八，对，那少他们一张。好了，所以恭喜获胜的三组可以吃东西，恭喜其他三组，耶！这个刚刚主持人还说我们这一组是小国组，就已经够倒霉，还要被羞辱。雪上加霜，雪上加霜，你这样就录节目录的心里有多不舒服，而且一天的开始。而且他还发包包给你，为什么？哎呀，硬要我们背包包，我都不知道用意到底是什么。我就说我什么都没有，可以手机啊。哎，包包那个钱是要平分的，你们刚刚那个券也要平分，没有，刚好一人一张。对啊，你们一人一张要放在里面，很难得的机会。我刚刚已经丢还给主播。那你们钱都平分了吗？有没有？没有，他们分。老板，我的钱。你不是说寄放在我这里？为什么我要寄放啊？你刚刚突然说你没有包包要寄放在我这里。现在有包包，他给我了。好了好了好了，那我们刚是10张嘛，对不对？那给你1张、11张、10张、3张，好啊，另外2张是保管费用。代管呢？代管不用费用吗？没有，你们后面我们老搭档，我算你便宜一点，收你100就好，给你4张啊，我自己留着。不行的，因为你后面的关卡大家都还是拆开来的，然后我们也还没分呢。然后我们就照刚刚的，就是谁看到几个盒子，然后就几张，所以是这样。哎，那他们我们基数就是你们商量，看谁要多拿一张。可以多的给我啊，多的给我。那你是捐给我们三，好，捐啦，财富，你平衡一点啦。哎，基数给我们啦，拜托啦，拜托。那我们差大家很多。哎，我曾几何时第一关录完就讲拜托。你要看凯蒂，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你们知道为什么吗？如果假设他们接下来每一个关卡都是人人有钞票，我们无论怎么玩都追不上的，因为我们永远都落差你们400、500。我跟你讲，只是有钱好办事，一定是胜负。基本上这样子啊，你既然是你们像你们两个这样讲的话，就真的没有钱哦，真的不好办事。那你要有得到这他们的100块，就要看你们两个乞求的那个表情。对，那又够好，他们就 OK。所以你们要表演嘛，就啊，拜托。士可杀不可辱啦，拜托一个。你要两个一起，两个都要表演好哦，要够可怜。我们就讲拜托这样子，要有诚意。好嘞，预备，等一下，对象要先出来啊。先他们，你们有多？他们两组够。预备，两组各多100。1、2、3，拜托。不够，要再更拜托。再多一点的没有办法。好了，那用紧用，这怎么吃呢？你放两个便当哎。对啊，一个蒜泥白肉，一个控肉，这个怎么弄？哎，就是平均吃啊，都给你吃。哦，大家是刚刚打气之后那个手有点软，对手会抖哎，现在拿筷子有点像。人不跟讲，哎，没有啊，我们阿庞手都没抖哎。不要说什么，张家爆两个气。我们从头到尾只有破两个，还有鱼哦。哎，不错，好啦，所以大家都吃到东西啦，恭喜大家！你想跟我们一起反抗主魔吗？想看更多不一样的饥饿吗？想看我们从主魔手中赢走更多的奖金吗？饥饿游戏 YouTube 会员来喽！加入会员支持饥饿，让我们打造出更棒的内容。
to a hill.